迎收看你怎么说。你好，我是佩玲。你好，我是小芬。五一劳动节呢刚刚过去，我们仍然呢要向所有辛苦的这个劳动者致敬哦。那国家和社会的这个繁荣呢还有稳定的发展呢，他们是功不可没的。是啊，那不管呢是这个蓝领阶级、白领阶级或者是做老板的，他们呢都是国家经济转型非常重要的推动者。是，那现在呢我国其实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目标，就是希望在2020年成为高收入国，也是成为先进国嘛，所以就有了一个经济转型计划。那么现在呢就是希望能够从劳动力密集的产业哦，就逐步转型成为科技技术啦还有知识型的经济产业。所以在整个过程中呢，我们需要很多很多的资源，尤其是那些有创意而且是有创意还有革新精神的这些员工呢，是整个计划当中不可以或缺的元素。但问题是，我们的这个马来西亚的员工呢是否具备了非常充足的这个创意和革新的精神呢？那如果没有创意的员工的话，那这个国家的经济转型计划是否能够顺利的进行呢？待会儿呢在今天的第一单元我们将会深入探讨。那如果我们说这些员工呢是驱动转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柱的话，那那些还没有踏入社会的青少年呢就是我们国家未来的栋梁啊，他们的创意还有这些革新精神也是非常重要的。可是现在我们想一想哦，我们时下的这些青少年好像面对很大的压力啊，而且动不动就说要轻生要自杀，到底问题在哪里呢？我们身为大人呢又可以怎么样帮助他们呢？今天第二个单元我们也会请到辅导员跟你一起来探讨一下。好，是的，没错。那当然呢我们非常欢迎呢我们的观众朋友呢拨打热线03-2288-7876参与今天两个单元的讨论。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一段的短片，然后呢我们马上进入第一单元。劳工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而我国目前正通过经济转型方案让大马在2020年转型为高收入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我国需要大量有创意及革新精神的员工，以推动各个领域的转型计划。然而我国的员工大部分都欠缺创意和革新，究竟他们的创意和革新精神跑到哪里去了？大马要达到2020年先进国目标，促进创新是不可或缺的元素，否则我国在经济转型的道路上将会事倍功半。但创新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具备，到底要如何才能激发和鼓励员工的创意？当局是否可以通过各种培训课程领导员工配合政府的转型计划，也一同转型成为创新员工呢？如果员工缺乏创新，企业的竞争能力将受到影响。大马公司要走上国际舞台上竞争，国家要达到高收入国目标，大马员工当务之急是要提升创意与革新水平。创新员工驱动转型，关键就看你怎么说。你好，欢迎呢回来我们你怎么说的节目现场哦，我是佩玲。那当然呢我们常常说啊，马来西亚呢非常积极的设下了这个2020年呢要成为高收入国的目标，现在已来到了2014年，那距离呢我们的2020年呢只剩下6年的时间哦。那我们的政府呢近期呢非常积极的在进行的是这一个经济转型的计划，同时呢非常专注在于发展高科技以及知识型的产业哦。那这几年呢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员工非常需要创意和革新的这个理念以及这个工作的态度，那这两项元素呢几乎成了我们的这个产业发展还有我们经济转型呢非常非常重要的元素。那在这个第一单元呢我们今天要来谈的就是这块。那非常荣幸的我们的这个节目现场请来了两位嘉宾，首先先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有的是第一位马来西亚中小企业工会的总会长郑己胜先生。佩玲你好，大家好。好，我们欢迎郑生。那接下来第二位的我们的嘉宾呢有的是刘训练中心创办人兼首席纪律讲师，也是马来西亚讲师协会的总秘书，我们有的是刘永刚讲师。佩玲你好，郑先生好，大家好。好，那当然呢我们非常欢迎两位嘉宾。那当然我们刚刚都谈到了马来西亚距离这个2020年的先进国号只有剩下6年的时间，那我们的员工呢非常需要创意还有革新的这个元素，对于这一块对于马来西亚的这个先进，我们想问一下郑先生你怎么看呢？是针对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应该看一下我们整个这个经济发展的情况哦。那么从80年代啊，就是差不多30年前啊，我们从农业后来改成工业哦，这个过程啊，其实就是就吸引了很多外资哦，是，而且也大企业都冒起来了啊。那么中小企业因为这样的情况下呢，开始他们的业务哈、哦。那么当然，
在这个全球化、区域化这个的推动下啊，整个市场啊一片火红啊。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呢，中国也因为这样崛起，我们也看到东盟很多个国家啊，也因为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啊，而纷纷都经济都一片火红啊。那么当然，在整个这样的一个架构下哈、啊。在配合啊，资讯科技的发展啊，那么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也看到说，各方面的要求也增加了啊，价格也越来越挑战哦、啊。那么整个竞争的局势啦，也越来越严峻哦、啊。那么当然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哦、啊，当然我们的看法呢是，不止员工哦、啊，企业本身呢都必须在某一方面做出改变。是。那如果不改变呢，就当然会因为在这个发展啊。的情况下而被淘汰啊，不进则退。是是，那么当然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这个在经商的角度啊，员工也好，企业也好，必须在这方面呢做出改革，做出创新啊。那么当然，使到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才有这个生存的空间啊。那么当然，再加上近期啊，近期比如说2014年，我们也看到说很多东西价格都高涨啊。那么当然，如果没有创新的情况下，我相信啊，在这方面要平衡这个所谓的价格高涨啊，肯定会带来很大的压力。对。所以那个创新和创意在这个部分就显得非常的重要。重要了，对对。那么当然我们要达到2020年的这个鸿雁啊，如果没有所谓这个创新的元素存在，我觉得可能会有一定上的难度啊。哦，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目标会比较难一些。对。那刘讲师怎么看呢？对于马来西亚现在的员工在展现他们的创意和革新的部分，我们的这个表现又是怎么样的？其实基本上来说呢，整个员工上的表现呢，其实是我们可以说是具备这个创意的，只不过是呢，我们可以说在两个方面呢，可能就引起这一个员工缺乏的创意。第一个本身呢，当然就来自这个我们讲的公司方面、老板方面的，因为现在企业的部分呢，其实最大的原因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现今在马来西亚都有三 D。所谓的三 D 呢，就是我们讲的第一个 D， 叫做我们讲的科技方面呢比较低。科技方面低，生产力就会低。生产力低，那再加上老板看不到这么大的生产力呢，就唯有怎么做，就唯有给低报酬了。所以这三 D 呢，就导致到企业不愿意给，而让这个员工本身呢就没有这个贡献力，因为他反而觉得我受这么低的薪水，为什么我需要给这么多的一个工作呢？所以如果是照刘讲师这样子讲的话，那可能员工本身他有这一个创意和革新的精神，只是可能是因为企业的整个大环境没有办法鼓励员工做这一方面的发挥，所以才会导致市面上会有这种印象，认为好像马来西亚的员工在这方面的表现会比较差一点吗？是这样子。我可以这么说，其实马来西亚的员工基本上来说呢都拥有这个创意的，只不过是呢我们所谓讲的天生我才必有用，是其实是很多员工是天生我才不要用，因为他认为说我既然送这么低的薪水，为什么我要去用这个才华呢？当他天生我才不要用，久而久之因为才华不用就变成天生我才不会用，当然天生我才不会用，久而久之就变成天生我才没有用了啊。所以其实对员工来讲是蛮可惜的。其实从大环境的角度来看哦，其实当然刘老师所讲的都对了哦，但是如果我们用客观的角度来看，其实跟整个马来西亚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局势啊，整个大环境的角度我们也必须要去了解哦。对啊，是，你看比如说马来西亚哦，居住环境常年如夏哦，天然资源丰富，是，那么土地肥沃，一般上几乎啊，几乎你看我的一些外国朋友说，你们马来西亚人只要爬上树采一个水果，一天都不用做工了吧？那还要去什么创新呢？是吧？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整个我们的居住的环境呢，也可能错失这个其中的一个元素之一啊、哦。那么当然，除了这里以外，我觉得说教育制度也是扮演了一个理由吧。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从这个学术的角度去追求，每一个家长要都是 A 啊，考多少个 A 啊、哦。所以在这里创新，我们始终跟这个技术啊。跟这个所谓的科技啊，会有一段距离。要我们这方面还是要提升的啊。那如果教育制度还只是倾向于学术的情况下，我相信可能会使到我们这边艺术不达啊。那么当然，除了这点以外，我觉得政府的扶持也相当重要。对，如果说要中小企业的角度哈，如果要中小企业要创新，那如果政府在这方面不给予扶持的情况下，中小企业始终是弱势的一个团体哦。那么如果政府不给予这个所谓的协助，我相信可能中小企业就如刘老师所说的，可能干嘛我要做哦。那么当然站在员工的角度，我是觉得说资源不足啊，是吧？那个思维方面的那个改变也是相当重要，而使到说大家都认为说明天才做吧。这一点就使到说我们可能在这个创新方面稍微
处理得不好啊。所以你看哦，在我们一开始马上进入这个单元的讨论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刘讲师和我们的郑生哦，两位的之间的一些观点是相当接近的。那当然两位也从不同的方面做一些思考，包括说我们的刘讲师认为可能企业方面要负起一些责任，那当然我们的郑生也认为说员工本身的一个可能教育的环境哦，还有他生长的一个环境没有提供这样的一个训练。那我们想问一下郑生，那你认为说因为我们的郑生是这个中小企业的一个代表哈，所以想问一下郑生，其实员工，我们的中小企业是我们经济转型跟一个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主干，一个带领者哈，一个推动者。那其实郑生认为说，我们员工在中小企业方面的表现是如何？那中小企业其实可以怎么做，我们来提升员工的这方面的表现，从而带动整个经济大环境的向前走呢？我相当认同刘老师刚才所提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生产力很低了。是，这当然这一点，其实如果根据我们国家的一个数据啊，你看我们的这个生产力比新加坡还要落后四倍。四倍是比美国落后七倍啊，七倍。那如果是这样情况下，我就一直觉得很好奇哦，因为我本身来自南马新山，你看我们的员工马来西亚人一跨过了那个那条桥啊，心如墙壁啊，心如墙壁，自然而然他们的生产力提高四倍。是，因为薪金也提升了三倍啊。薪金可能是一个主要的推动力。是，也许可能主要的是整个工作环境吧。是，整个工作环境哦。那么当然更重要一点哦，站在中小企业的角度，我们一直认同说培训相当重要。是啊，刘老师要做多一些工作，可以哈，没问题。这一点相当重要哈，因为这个培训方面哦，你看我们一直强调是培训再培训，培训了以后再学一些新的技能，使到说。我们必须要让员工明白说，学培训再培训，然后再学新的技能。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紧张竞争相当激烈的一个环境哦，没有这些，可能我们会因为这样的情况下而失去受聘的那个能力。所以这一点呢，我们是觉得说中小企业本身啊，那么也包括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教育我们的员工，是让他们了解啊，这方面其实是必须必备的哦。那么当然大家都应该要往这方面去思考吧。是，所以我觉得郑生刚好呢，就是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想法，就是当企业本身非常希望员工可以有高表现力的时候，那可能企业本身也要有一些机会，比方说提供培训的机会。那培训这一块呢，我们想要请刘讲师来讲一下，因为刘讲师长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那其实根据你个人的经验和观察，你认为我们本地企业哦，在培训方面其实进展的怎么样？那可以在哪方面做些怎么样的改变呢？可以。其实基本上来说呢，在整个马来西亚的整个培训业呢，其实根据以前比较的话，相对来讲一定有提升，已经开始不一样了。不过我们说，毕竟是如果说以比较来说，跨国企业大机构的话，跟这个中小企业的话呢，中小企业会比较少着重于这个培育方面。第一，因为老板会觉得我培育了员工，那他学会的东西，他跑去别间公司做，他就离开了。这样子的话，对公司来讲不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吗？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跟老板说。他要跑的话他始终会跑的，你不培训他他也跑的，所以反正他要跑的我们不管他，就在他为我们公司服务那几年，我们就尽可能呢就是先培育他，至少培育了他之后呢，他愿意或者说他有这个能力为公司所付出。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呢，毕竟我们还是要给员工的培训，这些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刘老师讲的完全正确哦，大家必须要做，对，大家必须要先做。那么其实如果大家都必须要做，整个市场提供的都是有素质的员工了，对，所以到时候你请我的，我请你的都无所谓吧，对，都没问题啊。那这个多提倡，那个肯定没问题。但是从这里我是觉得说，老板本身也必须要了解，员工是一个企业的资产啊。对。啊，那么当然很多时候中小企业，这里我向你解释一下，对，中小企业很多时候混淆了啊，就是他们可能把这个所谓的培训呢当作是一个开销，对，不是长期的。这个就是最可惜的，所以他会认为说，可能在他的公司的一个开支的部分增加了，不是长期的投资。对，他认为说，哎，可能这个回酬没有他想象中这么高，所以可能在这一块，可能基于一些考量，他会去掉。所以这个部分真身是真的是常发生吗？在这个的确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啦。那么我是觉得说啊，刘老师刚才在之前也跟他稍微沟通哦。那么当然，大企业在这方面都把它当作是公司的其中一个部分，长远的重要的一个对一个公司的一个计划。但是中小企业逐步吧，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工会 的努力哦，在这方面呢唤醒中小企业在这方面的误解啊，让他们在这方面呢能够以这个所谓的培训啊啊这个学习啊是公司长期的一个投资啊。那么刚才老师有说到说人家会拉，我觉得这是一个小误会吧。那如果大家都在做的情况下，我觉得大家的员工没有问题的，这个不是一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公司的一个借口了，就是我觉得反正不要做，反正是一个开销嘛。其实中小企业他们会对员工的一个认为就是，员工是公司的资产。其实不然，对我们的培训员来讲说呢，尤其是讲师的，员工是公司的保障，我们要去挖掘他的潜力。所以为什么大公司、跨国企业他们愿意花了很多的钱，甚至重金去把这个员工培训起来？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他认为每一个员工都是还没有被挖掘的钻石，所以他们愿意做这件事情。所以当我们的员工呢，就是经过这个雕刻、经过挖掘之后，可能他散发出来的这个光彩和他的能力是有足以提升整个企业、整个公司的一个竞争力、生产力这样子。对对，肯定的。所以当然我们再回来讲的是，很多人都会想说，哎，我们谈创意，谈革新，那我们是不是要发明什么东西？好，我们要去引领一个大潮流，我们要创造一个大时代。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忽略了，其实所谓的创意和革新，可能是本身对于工作上的一些态度、一些思维，或者是一些工作上形态的转变。那我们能不能请郑生来跟我们谈一下，其实创意和革新真的这么难吗？它是不是我们想的这么的严重、这么的严谨？能不能请？一般上的角度，我觉得如果人家提到说啊革新啊创立，可能大家想到的是可能是产品方面的革新啊，对，甚至技术上的一个创新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当然很直接啦，当然肯定有关系到哈。那么当然在这个二十一世纪啊，2014年的这个年代，我觉得说这个革新创新呢，我是觉得不只在于单单产品或许是技术上本身哦，那么当然在管理上啊，甚至在市场行销啊，甚至在这个所谓的人才的这个这创新吧啊、哦，我相信你看大家都知道哦，今天你看我们的手机啊，再看一下我们5年前、10年前的手机，这个整个这个手这个哈、啊、这个智能手机所谓的真的是改变了我们整个世界哦。那么甚至我们都看到说，这个所谓的那个所谓的沟通方式啊，你看这个微信也好啦 ，WhatsApp 也好啊，真的是的确改变了我们所有的这个沟通方式，对，社交的模式哈、哦。我觉得这个就是本身就是一个革新跟一个创新的一个努力的，带动下哦，我们才看到今天这个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说，不只局限在这个学术，还是技术跟甚至产品，甚至在各方面吧，对，管理啦、啊、策略啊，甚至商业模式这方面，我觉得都必须跟这个所谓的创新有关联的，对，包括这个服务方面，其实也应该要有这个创新。是，其实现在很多的销售模式呢，不单于这个产品上那种创新，而是在整个服务方面也要这个创新。如果只是局限于这个产品方面，但是却没有提升相关的服务，是，我觉得会比较可惜。所以我们就说很多时候呢，现在的客户群啊，要求可以说是越来越高了，真的，他们要求的是一个很好素质的一个服务，甚至走进去先有一个感觉叫做爽。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提供客户有一种爽的感觉，那个就是一种创新的模式啊，而让他们感觉到说，哎，公司的整个形象、整个服务，我所得到的那个我们叫做附加价值，还完全不一样。所以其实想问一下刘讲师哦，那你看哦，你在为这个企业的员工进行培训的时候，其实创意和革新这个元素是不是非常重要的呢？一般来说，你们是怎么样去进行这方面的培训？其实一般上来讲说呢，创意来讲是当然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刚才都这一开始都在讲了哈、哦，如果没有这个创新，要达到这个2020年鸿雁呢，还差一个很大很大的距离。所以当然员工方面呢，这个创意方面，其实他们是拥有，好像刚才我已经说过了。而我们在通过这个培训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尽量激发他内在的一种创意能力，可能通过一些互动啊、书写啊，甚至问答的环节啊，包括一些他们本身所提倡出来的一些建议。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能够真正的挖掘他们本身的一个潜力啊，他们拥有的这个创新力。所以你看哦，我们都知道，我们都非常的坚定的相信哦，这一个创意革新非常的重要。企业也有很多企业在做，是，那培训我们也在进行了，是，但是有一个问题可能还蛮关键的，就是其实员工本身懂得这个革新、这个创意，其实对于本身是否有什么价值，其实员工本身是否懂得这一回事，郑生你怎么看？我觉得这个东西，当然
我是希望从政府的角度做出一些呼吁了啊、哦。政府怎么说呢？你认为？你看，很多时候，刚才我之前都提到说，我们政府啊、哦，甚至家长都比较注重这学术上的成就哦。嗯。当然，我希望说在这方面，政府能够再从现在开始哦。是。其实都在做了，只是我们觉得应该做得更多。可能做更多。哦、对、嗯，特别是所谓的，你看，我们从小期，我们每次要聘请这个所谓的技术型的员工啊，工嗯，的确很难。是啊、哦，就是所谓的这个 skill worker。这个很难的部分是因为。市场上不够还是不够哦，是不够。因为我觉得这些，当然刚才我们提到创新有很多种，那么当然，比较直接我们可以看得到，在这方面创新的，包括了产品跟这个技术嘛。嗯。那当然，产品技术我们是希望说那些有技术型的员工啊，嗯、就所谓的 skill worker， 是，甚至在那个技术学校啊 ，vocational technical 这一类的学校，甚至那些极致啊、嗯，我们希望说政府能够做得更多，因为马来西亚到今天为止哦。你看，我们要达到2020年的鸿雁，我们的这个技术型的员工必须要高达50%，但是到目前为止只有30%。哦，所以还有28%的一个差距。还有这个差距，这个要很努力。对对，28%需要。所以我们也希望那些辍学啦、嗯，比如说在学术上可能学得不好的，嗯、也不要说太沮丧的说，一直要再去读另外一个大学课程，其实没有用。你看读一些出来的时候，真的并不能够发挥啊。很多时候，你看我们就聘请那些大学生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哎，你在公司里面都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贡献啊。可能他是大学毕业，但是可能他的工作上的一个表现好像没有到那一个。是，我们就希望说，在这个所谓的技术上的这个员工、啊、能够像西德啦，甚至新加坡，你看新加坡的这个技术型的员工啊，有51%这么高。是，所以我们这方面如果说政府能够在这个所谓的学校方面建多一些所谓的技术型啦、啊，就是有一些鼓励，啊、鼓励这些人更多啊、嗯，更多，那么也把这样的一个讯息传达出去。很多时候我们身为家长都希望我们的儿子望成龙成凤嘛，对不对哦？那么其实我们也必须要了解，其实他们如果是一个技术员工、技术人员的话，其实他们的薪水也不逊。不差的哦。那刚才提到的是新加坡的部分，其实那个51%可能很多都是马来西亚的人力，对对对，会不会很多都是马来西亚的人才？特别是新山的人，对不对？特别是新山的人，南马的人，感觉特别的深刻。对，所以甚至新山的公司曾经跟我谈过，他说。要请个书记出到2000块马币，请不到，还是请不到，请不到，为什么呢？因为都已经到，如果他在新加坡以一个零个800新币的话，其实兑换率来讲还比马币更加的高。嗯，所以就变成说，我们现在呢，可以说是人才外流一个最大的一个关键点。嗯，其实马来西亚人一直探讨是否拥有这个创意，我一直认为马来西亚人很有创意，只是问题是他愿不愿意花在这一个工作上而已。可能回酬上的一个对待啊，可能环境的一个鼓励这样。好，那接下来我们先暂时暂停一下，我们现在有一位观众在线上啊，我们有的是张先生，来，我们请张先生，你好，我是张先生啊，我要。这个对这个主题的创新员工七度转型了，就是说证明说只有创新的员工才有能力使这个国家转型成功嘛，对不对？那么要怎样的员工才可以有创新的能力呢？就是人才，只有人才才有创新的能力，永才是没有创新能力的。所以我认为说，如果我们这个国家要转型成功，是我们的政府更加是要大力的栽培人才，不分种族、不分肤色的栽培人才。只要你是人才，你不管你是不是某一种族，你都要栽培他。不能说啊，不要有肤色之分，要栽培他就去。只要栽培呢，就是说，比如优秀生啊，要给他们奖学金啊，在本留住他们在本地大学，或者是送他们到外国大学啊，在大学去读书啊，这样不要不分种族，不要把自己的人才给别人国家去挖走，就等于自己国家的财富给人家挖走这样对国家是不好的。应该不分种族，留住人才。我的意见刚刚是这样，因为只有人才才有，人才才会有创新的能力，永才是没有创新的能力的。好，我的所以说，因为我要转型成功，人才是最重要的条件。所以说，如果要成功，一定要不分种族的栽培人才。不要有肤色之分，我的意见就是这样，谢谢。好，非常感谢张先生的意见哦。那当然，从张先生刚刚的分享，我想说他也跟我们站在同样的一个线上哦。他也是认为说人才对我们经济转型非常的重要。那政府呢，在这个人才的培养我们的这个征系的这个部分呢，也要做出非常大的努力。那对于这一块，我们的两位嘉宾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吗？认同，绝对认同。这个张先生所提的，就是所有的人才啊。都必须要善用了、哦、是。那么话说回来了，其实天生我才必有用吧。对，老师刚才都提了，其实每一个人都能够发挥他的潜能、他的专长的哦。只要我们提供一个国家提供一个环境，
提供环境一个环境，那么也让他说了解到说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你看好像刚才跟我们弄头发弄脸的那个，其实这些人的薪水都蛮高的，是哦，但是他可能所受的教育并不是那么高，可是他拥有这一方面的技术，对，这专才，所以其实啊，我们都希望说有一个政府能够建立一个很好的环境，让他们能够吸取跟学习这方面的技术。那其实呢，刚刚我们谈到的是这一个员工对于本身才干才华的一个价值观。那我其实还蛮好奇的，就是我们的刘讲师，其实当我们在做培训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让员工发觉？好，我们不可能就是一直在等老板或者是我们的主管来发掘你，那可能能不能员工自我发掘自我的价值、自我的才干？当他肯定自己的时候，可能他能够将他表现在工作上，好，可能整个公司欣赏，然后整个回酬方面有所提升，可能那整个的进展，可能就是我们希望见到的一个局面。那刘讲师在这方面是怎么样？其实这个是肯定的，因为什么呢？如果说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很多员工都讲，哎呀，我是个人才，是，但是很可惜，我这个千里马没有遇到一个伯乐。伯乐，其实基本上就算是千里马，我们也要表现给伯乐看，我们是一匹千里马。是，如果说今天我们不表现的话，伯乐也可能认为我们是跛脚马。所以其实通过培训方面呢，我们是有办法让员工能够自我挖掘的，包括什么呢？包括一些个人测试，让他们了解自己是属于哪一个类型的员工，他们具备一些什么条件，他们具备一些什么能力。是，然后从这个能力方面呢，当然我们要给予这个鼓励了，要鼓励他们，然后当然也要配合公司的方面，因为基本上在整个人才方面，好像刚才张先生有讲了啊，当然不分肤色什么东西，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当然最重要是在整个我们说在整个人才的那个培育方面呢，它其实基本上来讲说有六大步骤的。那第一个步骤呢，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叫做识才的，认识那个叫做人才。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专才所在，最重要是我们有没有先认识他，给他一个机会。认识了他之后呢，我们就去到第二个步骤了。第二个步骤呢叫做选才，因为毕竟要遴选的，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做那份工作。所谓选才，就是要把对的人才放在对的地方，是这个叫做选才。选了才之后呢，当然最重要是要做什么呢？要用才了。你选了他出来，把他放在那个岗位，你不用他，那个人才就是浪费了。所以我们要用才，用了才之后呢，当然要用一个东西，要做一样东西，叫做育才，就是叫做培育了因为他进来之后，虽然他是那一方面的人才，不代表他就能够在那一方面的表现得非常非常的突出，可能需要在一些雕刻琢磨，对对，然后再提升。毕竟每个人不是完美的，可能在某一个领域，可能他没有办法真正的发挥，所以一定要通过这个培育。毕竟在大学所读出来的那一些知识啊、技巧。来到真实的这个企业方面呢，基本上只能够用大概5%到10%，所以我们还是需要经过这个之后后天的一个培育方式。那么育才了之后呢，再去第五个步骤呢，那个叫做留才，这个是企业界尤其是中小企业面对最大的问题，永远留不住那个人才，反而把那个人才留出去，这是外流了，外流出去了，这个是最头痛的。这个可能就是老板本身非常心痛的部分。对，最心痛也觉得最难去做到的一些事情，就是留才基本上有四个方式。第一个方式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提供这个员工这个我们讲的足够的这一个我们讲的物资上的回馈，意思讲我们讲的薪酬了这个是肯定要给到的，包括一些福利啊、花红啊，这个一定要给，这个是第一个。但是这一个不是绝对，虽然我们讲绝大部分的人，可能超过60%以上的人都是因为薪金而留下来的，甚至可以为了100块而转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关键。而第二个也是我们讲很重要的，叫做责任感。就是很多员工当他在工作上来讲拥有一个责任，就算那份工作是一份苦差，就算那份工作呢是对他来讲花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他依然会愿意去付出的，这个叫做责任感。除了责任感之外呢，第三个叫做满足感。很多的员工工作的时候都是脸抽抽，尤其是星期一明天就是了，明天很多人上班都是带着一个很疲惫、很懒散、很不甘愿的心理去上班的。我觉得这方面呢，公司一定要提供一些我们叫做满足感，包括员工本身在工作上一定要找到这个满足感。是，有了满足感之后呢，公司要提供的就是一个环境、一个文化，而让员工拥有这个归属感。就是他本身那我感觉到公司就是我第二个家，我去上班我感觉到很开心，我愿意留下来对对对，好，那个是重要。当然呢接下来呢我们先暂时暂停一下，我们还有另外一位观众呢就是在线上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接听这位观众的电话，我们有的是来自新山的阿杰。阿杰你好主持人好，嘉宾你好有关于创新这方面的那个员工马来西亚到现在的环境还是
没有到达那一个创新的领域了，还是属于注重于销售型的，所以往往聘请人才的时候都是看口才的，而不是没有先给他机会去看技术的。这点我本身就是有个经历，我五年前毕业的时候呢，我也是在吉隆坡有找工，跟新山还有新加坡，反而是新加坡的面试的机会比较多。我新加坡面试了30多份工，我在吉隆坡我才面试了3份。最后成绩方面还过得去，真的大部分成绩比我差的同学都进到他们要进的工作领域，在吉隆坡还是在新山那一带。后来我发现也是我口才比较不好了哈，所以在最后还是在新加坡工作。就是新方面就是属于创新的方面，就是马来西亚还没有到达一些那个领域，我们大部分的尤其是中小企业的那边的技术更加很像是没有什么变化，就是没有什么很好的引进更好的外国机器，更好的技术方面如何的流程我们也比较注重。中小企业现在还比较注重的就是他所谓的低薪金的，就是还是喜欢聘请外劳了。当你聘请外劳的时候，你哪里还会有创新员工呢？是本地的创新员工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哈。而且我们的学校也可能没有办法到韩国的技术，还是台湾的技术。我是觉得马来西亚政府如果要推广作为创新，尤其是技术方面最重要的技术方面，要迎头赶上的话呢，应该要跟外国那些技术学院交流，就很像我这最近听到人家说中国某个大学来马来西亚人家开办分校，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开头。我是希望可以引进其他来自韩国的、日本的，或者是来自台湾的技术学院来这边马来西亚开分校，但我们有更好的接触了一些新的技术的领域，这样子你才可以启动你的那个概念，那个员工。还有其实中小企业呢是现在也是面对一个很大的困境，随着各方面都提高那种薪金啦、环境啦，就很像看着做嘉宾的，就很像新山想请个2000块想留住书记也很难哈。这点也是也无可厚非的，因为我们面对了最邻国的新加坡的竞争哦，也是在那边拼命跟你抢人才、抢那种技术人才。可是最近几年比较好了，因为新加坡一些政策改变，比较注重了本地的，所以变到比较。打压就打难申请了，难申请中国公证在新加坡，然后新加坡老板很喜欢请马来西亚员工跟你讲。好，那我们非常感谢阿杰，谢谢阿杰。那当然呢，阿杰是亲身的经历哈，本身呢就是一位新山人，然后呢在新加坡工作。那其实他也有在马来西亚尝试，刚刚他也有讲了哈，他在吉隆坡也有尝试，但是机会真的不多。那从阿杰的这一个个人的这个经历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真实的例子。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要请就是郑生和李务生，能不能针对我们这一个员工在马来西亚，就是马来西亚员工在创意以及革新方面的这个问题稍微做一个总结。那现在情况现况是这样子，我们可以怎么做？刚刚我们也谈了，那我们想要请两位就是做一个总结，说其实我们在迈向2020年这个先进国的目标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再怎么努力？是刚才佩玲都说了哈，我们还剩下6年啊，6年，其实6年是很快，是相当的应该非常快了，是啊。那么当然，在整个这个经商的环境啊，其实很多还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啊。是。那么很多东西都变换得很快啊，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时候应该的确是我们必须要探讨啊。刚才阿杰所提到，的确是的，中小企业很多时候还在从事那些比较低附加值的。那么很多时候也是属于做一些外包啊，甚至只是做一些补足工业啊啊。那么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下，的确他们要创新呢，的努力必须要加倍啊。那么当然在这个今天这个节目我觉得很好，就是说我希望说通过今天这样的一个呼吁啊，让大家都了解说我们已经步入了这个所谓的知识型的这个经济，是你不创新，的确你会被淘汰在后，原地踏步是不行，是踏步吧，可能被淘汰吧，不进则退，对对，被淘汰了啊。所以刚才阿杰所提的是对的，就是说如果说那些中小企业还是在做那些所谓的劳工密集啊，还是在依赖一些外劳的那些公司，我觉得可能会很辛苦接下来。对，其实最主要是好像跟IJ有提到的，就是在整个
表达方面会来得比较弱一点点。嗯，其实最现在我们讲创新员工，我们现在首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要懂得把自己的一个专长、一个能力，能够通过口语的方式呢，能够告诉主管啊，要人家认识我们，我们已经不能够默默耕耘了。是，尤其是二十一世纪这个创新的世纪，勇于表达，我们必须要勇于去表达，这个是很重要。而在整个教育政策来讲，现在也是注重那四 M， 所谓四 M 就是门巴车、门尼勒、门努利斯，还有现在门纳库。啊，现在缺乏的就是 practical， 我觉得这个可以把它加强 的表达，就是怎么样去沟通，怎么去表达自己，这个是在人才方面必须要去做的一个努力。那么在企业方面的努力呢，尤其是说现在我们说一直引进很多我们讲的廉价劳工、廉价外劳，而没有真正去探讨说引进一些比较先进的科技，所以这个呢要在整个国际上的舞台去竞争绝对不简单的。是是，而且现在有很多的公司已经采用外包的模式，包括一些引进一些高科技的一个机械，所以可能在这一方面呢，本地企业要从这方面去考量了，要不然的话真的很难达到我们的宏愿2020的。好，那当然呢，我们都知道说距离2020真的只剩下非常短的这个六年的时间了。那我们希望呢，经过今天的探讨哦，我们今天的讨论能够让员工本身，或者是让企业本身，甚至是政府的这个方面有一些思考，有一些反思。那我们希望呢，我们的这个国家在经济转型的方面，当然能够走得更快，也能够走得更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呢，我们的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有的是刘锦盛先生呢，还有就是郑永正。郑锦盛先生呢，还有就是刘永刚讲师，那当然。